棒球家，虽然你真善良，虽然咱妹对你感觉真亏欠，阿无人的心拢是偏一边的。你毛草囝，一定当了解做人爸母，唔甘家己草囝受苦迄种心情。我高世忠，互你苦等你的翁婿二十几年啊，早都已经对不起你啊，非得欠你卵用。今日这条消，我来世做回向你。二十几年前，你还没把杨姐抬死；二十几年后，你还想要抬死因太太？对啊，头壳烂啊！杨姐无干你一人，无别人。也不过杨姐因做等于陈静辉啊，陈静辉的太太只有江碧瑶一个，嘛无别人。爸，你莫阁骗你家己啊！就算讲江小姐无伫个，我甲杨姐嘛无可能等到过去啊。奶奶。你甘愿一世人给你承受痛苦？无你靠我会拄到一个搁较爱我的人啊！这就是我重新开始过生活的好机会啊！奶奶啊，你拯救我真侪优点，也拯救我上无路用的物件，迄就是善良。三十年啊，我离乡背井，上大天下就是善良，有给你多难，所以我早就给断掉。爸，我对别人会当无善良，也毋过我对你袂用，因为你是我上亲的人。我无希望你的手为着我去把别人的血。奶妹，爸，咱已经做唔到一摆啊，咱袂当阁做唔到第二摆。阿母，我希望你会当幸福快乐啊！我有爸一个，有你爱我，我一定会当幸福快乐的啊！阿妈囝。来等啊！南美，你敢希望我死？你哪样哩问啊？敢讲，碧瑶其实有发现爸想要杀伊？那是我死啊！你就可以把智慧留在你的身躯边，你就不会失去你的儿子啊。碧瑶，虽然讲我跟杨姐在斗阵几啊十年，阮一直拢过甲真快乐，也毋过其实我一直感受袂到伊的真心，一直到伊回头记得，我看到伊对你的爱。你看你的眼神，我才知影，原来我这催眠师创造出来的爱，那拢不是真正的爱。所以你唔免烦恼。虽然我甲伊斗阵二十八年啊，但不过阮两个爱，永远拢比袂过你。
奶妹，你真正足善良诶，搁会讲遮个话来安慰我，安尼我就更加会当放心，把机会交予你啊。其实我感觉，无得靠我即马破病，就是那何志辉搁遮尔啊为难，可以当全心爱一个人就好啊。哎呦，你敢会当卖讲出种交代威严的话？我会当甲你讲，我毋是真心想要你死。我顶多希望你好好活落来，奶妹。妈，你即马感觉安怎？你忽然间小可直接把我惊死啊！妈，你即马身体感觉安怎？我已经好真多啊，无代志啊。你搁咧讲无代志？小春，紫薇。后盖卖阁问恁爸，为了拢讲无代志咧骗人啊！哎呀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找到适合你的心脏，你一定平安无代志啊！啊，紫薇，小春，我会记进前天贵有甲我讲，今日店内有一笔足大的订单要出货。我今日一个人无闲要过来，恁敢会当去开拓三工？啊，不过小川，你妈我来照顾就好啊，你去无闲啊。安尼就麻烦恁啊，妈你爱加休困哦。杨姐。我有代志要无闲，我先离开啊。好，无闲无闲，好。他拄仔为虾米赶小春还佮紫薇隐形走啊？人家拄来呢，而且还佫遮尔关心你着。是爹，我都无法度安尼甲你牵咧啊！清辉，你敢会当甲我揽咧？哎呦啊，你先闹啦，啊！我知影，你就是要赶紧倒来阮的身躯边。不过你现在若是这样做，就有很多人来问你，也是我很多事情。我现在实在没有那个体力应付那些，我也不想要浪费时间去跟别人解释，还是看别人的反应。不用啦，这个都不用解释啦，我会把事情处理好势，哈。不然安尼，你的时间都会分给别人，我才不会。哎呀，无啦，问题是大概咱两要单独相处的时阵，都在相片紫薇还有小春呢，安尼敢袂受变麻烦啊？你的查某囝小春哦，阁是这么直接，伊若是无欢喜你踮伫我身躯边，早就甲你赶赶出去啊。我可真乃咪及时甲我冻掉诶！阿那无，我若匆忙做代志，唔那害着杨姐，怪害乃咪因为我痛苦一世人。你来啊！来，回去不要。阿姐，
找什么代志？对啦，迄江小姐，我是讲恁某总共哦，咱也袂拢甲我讲过啊。假使你想要加拨一寡时间陪伊，我袂反对。啊，不过较注意个，千万唔通有人对奈美、对上野集团啊，了奇奇嘟嘟啊。爸，我今麦真正无法度顾虑这么济啊。这个手表是我跟奈美，阮才上野集团的第一天，把你送我。我知影爸你的用心啊，除了你要恭喜我，也希望你能提醒我每一天、每一分、每一秒，拢爱认真打拼。爸，你的驾驶，这么多年来，我永远记在心肝内。今麦我拢总希望你。你想要甲青木杨姐的身份？拢放掉心，唔那是青木杨姐的身份，是只要跟青木杨姐有关的一切，我拢会当放下。只要我做得比陈静辉，净身出户，我嘛愿意。我讲过啦，给我一点仔时间。俺哥阿玉的身体状况，你嘛知呀。你认为这卖状况，伊敢无法度继续等下去？哎呦，等我28年，伊唔知受了偌侪折磨，甚至失去人生的希望啦。真无简单，这卖我回来啊！伊应该会当欢欢喜喜，甲伊讲，讲伊人回来，啊，不过伊却无法度。唔难呢，伊讲唔慢唔差。为人家己咧配合我，我看到我的心真正是足疼的。我，你是咧看安怎啦？江小姐即摆毋是等心脏要换呢？叫你讲我袂输，稳死的，后你种红色。总讲阿玉的身体也是袂堪的，总讲伊等袂到伊要摆的心脏的。我毋知讲阿玉伊阁剩偌侪时间啦，我干那知影。我袂当过用业业的过日子啊！总共这是最后一段路，我嘛希望讲我会当用陈静辉的身份陪伴在伊的身躯边，我也当带着笑容接受大家认可。真歹势，我袂当同意。我来唔是要征求你的同意。我是带着咱的爸仔囝仔，过来甲你讲一声，希望你会当有心理准备。按照所落来对上野集团产生的影响，我会尽力去弥补。不过我今麦心肝内就只有爱药，所以我必须要公布真相。真相。你敢真正知影什么是真相？